攒了一年的宝贝，马上要卖了，因为快过年了，门口那还有，上面还有，这儿还有，瓶瓶罐罐，还有纸箱子，纸箱子你看我都打包好了，有打包好的，有没有打包好的？十八斤，这攒了一年了。六一十一。哦，一十八六十一。哦，记掉。出了多少碗？啊。他贼的。二十三，给你看看。我不用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这是也熟。哦，十五。二十三，十五多少呀？二十三，十五，三十八，三十九。嗯。五十四，十五。三五十五十九块半，三八二十四，三十九，十一块四，一十一块四，嗯，九，也是是，三两个牛吧，给你是三十一块钱吧。啊，这，行没？卖完了，卖了三十一块钱，三十块零九毛，然后，多给了一毛钱，三十一块钱。攒了一年，卖了三十一块钱，挺多的，挺知足的。你平时的话，你看你老娘还是挺宅，能在家给你弄饭是呗？嗯。买多少菜？没有，你猜猜吧。我才能猜准了，那也不知道吃，也不知道拿多少菜一斤。那样的五毛一斤，花的三毛。你买十五张。你看你在下边十多，把我在下边冻的。买多少？卖了三十一块钱。哎呦，你说点？哦，你要是拿人家飞冰收购站老家那个是七毛，那个是五毛，在家这卖了一个五毛，一个三毛。
拉着大不住卖50块钱，都卖10几块钱、20块钱。我都卖好几块。我爸多忙哎，有的收拾，你看收拾都收拾了多长时间，在下边等啊，有的收拾，有的打路。说这么些，我说人家爸爸查出来有那车，我说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要不然还得等个江明回来了再收拾，再去往那拉里那车又小又没有电三轮，有啥多十块少十块的收拾落着嘞。这是你买电瓶来的好的事。嗯，你要买了去电瓶来。哦，多买两份，少买两份。就是的，那30块钱买一包馒头，不得吃好几天？姐，他俩你功劳也挺大的呢。还谁呀？反正30块钱给他也卖，哈哈哈哈，赚了啊！我也给他买点生意，给他买点好的。哦，出去给买一斤汤没吃，哈哈哈哈。